这蒙山这么荒无人烟，还有这样的入口，这也太隐蔽了吧。这里没有车辙，入口又那么狭窄，东西不可能搬得走。你又觉得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就问我你要回去啊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的是搞笑呢！哎呀，大哥，你这个有点害怕了，感觉我是有点害怕了。他都差点把我当石头了，他把我扛在肩上当石头。我一步路都没走到，是吧？是吧？是不是我推着你走的？怎么可能你扛着我走？